贝拉哈迪德和吉吉哈迪德。如此穿着观看美国网球公开赛，日前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世界超模贝拉哈迪德和他的妹妹吉吉哈迪德出现在比利让金国家网球中心，观看美国网球名将塞雷娜威廉姆斯 Serena Williams 与捷克共和国选手卡洛琳娜普利斯科娃 Carolina Pliskova 的比赛。图片来自东方 IC。 贝拉哈迪德和吉吉哈迪德相互交流，网友说二人穿衣的方式一样，都裸露左肩和半拉胸，好像没穿内衣。图片来自东方 IC。 贝拉哈迪德和吉吉哈迪德观看比赛，图片来自东方 IC。 贝拉哈迪德和吉吉哈迪德集中精力观看比赛，图片来自东方 IC。 贝拉哈迪德这是在干什么，热吗？图片来自东方 IC。 贝拉哈迪德和吉吉哈迪德边看比赛边吃东西，图片来自东方 IC。 看看贝拉哈迪德和吉吉哈迪德在干嘛呢，图片来自东方 IC。